忘记了没？啊，你要关台了吗？哦，差不多啦。差不多了，好啊。那你关台再说啊。你记得哦？我忘记了没？啊，哦。我不记得啊，你要我什么啦？白痴哦，我忘记了啊，我这么健忘。哎，不然没关系啊。哦，那就没关系啊。好啦，我本来想说 cover 你一下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玩哪一招啊，我来看一下好了。你到底在玩哪一招啊？看不懂哎、欸，我骗你的，在跟我玩哪一招啊？干、啊，我跟 AI 有默契耶、欸。跟黑黑老师一样上当了，白痴哦、喔！我们没约啦，没有没有，通常朋友打电话给我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，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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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我们没约啦，我当然知道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在配合你的哦、喔，智障哦、干呢，我们也喔，不想。我以为你实况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想要赶快闪人，赶快找个借口，我还跟你说，对对对，白痴你要哦、乱 cover 喔，在那边是不是？闹嘞。我的默契很好，我跟你讲，谁跟我说什么我都说对。很好笑哎，乱 好讲啦，你去乱别人啊，再见。喂。你在干嘛？我没有在干嘛？我们不是有约。哪有？有啊，没有，你骗人。我们不是有约？等一下，屁呀、啊，没有吗？你看记录，屁啦！你少来，不是没有吗？你骗人！你是不是在开玩笑？没有啊，你看，还是你看你记是不录？是？你是不是在直播？没有啊。你骗人！我有看到你在直播，你在骗我，你在用笔，我知道。你干嘛开直播啦？你干嘛？你新年快刚刚就已经乐！开直播了。我有在 follow 你呀、啊，有按赞追踪抢先看呐、啊。你干嘛？你在打电话给每个人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不是有约。骗我人，没约有。哪里啦？天，好难骗哦！傻眼，我知道你在直播啊。你好难骗哦！咦，我有在关注啊，代表你骗到人，代表他们没有按赞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对，没有开启小铃好铛。啦，算了啦。好啦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好，拜好，拜。拜拜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干嘛。你在睡觉、哦？对啊，会等等做准备。你等一下开台哦。应该吧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哦。嘿。就是啊，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说一些工作上的问题，嘿，就我被骗我钱，谢谢。等一下我再告诉你，然后我被骗了很多钱，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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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有十七位数，多少？我被骗七位数的。七位数，对，百，这么扯啊？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没有啊，就是到处借钱。你要借考考？
好吃哦，啊，你要借我嘴？哦，那应该可以呀，啊。如果你有空，不是可以呀，啊，但是很穷。好，那你有人再慢慢还我。好啊。不好意思，欸，又发生这种事情。不会啦，赞。好啦，我也骗你。班长。什么东西？傻笑吧！文子，我难过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又不是要借钱，我说饿死，你说好，然后你又说叫你穷哦，很穷哎，屁啦，你应该有啊，我你存款是怎样？不是哦，那个不是小数字哎，啊，不是小东西耶，干嘛？小朋友的数字啊，才怪，那很多。屁啦，可以跟我吃的。哎，欸，别人搞不好一毛钱都不借我。真的假？好扯，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欺骗幼小的我？好啦，明天回到我户头。Y'all gon' make me lose my mind. Up in here, up in here. 喂？你在干嘛？我在，我室友他也接啊，他姐家。怎么了？最近就被那个被骗钱。哎，亚瑟，你现在在指控中是不是？被骗钱？被什么骗钱？被人骗钱呗。谁？等一下再告诉你呗。好啊，怎么了吗？啊，你被骗多少？七位数。哇靠！这么浮夸？对啊。你认真？我刚刚就跟海牛借钱，他要借我800。假赛。八十。假赛。人家也累吐，他刚刚说要借我80。哎，假赛假赛，真的啦，啊？这个我不信。你现在我这打过去，他说不然你要借多少？我说80，他说哦好啊，那你账户给我。哇！啊，我现在就差10万没，欸？差什么？10万，你要不要借我？是可以啦，不过你最好是，你现在到底，啊，等下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计划？这声音不是没，我就被骗钱没。哇，这个是 OK 啦，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做包什么鬼的计划？什么计划？我怎么知道？白痴，被骗心情差哦。那，啊，你为什么会骗？不是啊，啊，那就骗我说什么哦，就是哦，给钱就会有钱，就像你上次买课程那样子啊。我那个还好。啊，我这连课程都不上啊。哇，没有，我认识的小倩不是这样会被骗的。啊，就投资没。哦。啊。对啊，你要借吗？可以啊。要不然等一下给你账号。好。啊，要先借条吗？是不用啦。啊，不怕我跑掉？你应该是蛮难跑的啦。跑了怎么办？你应该是跑不掉啦。是吗？对呀，啊，好啦，我等下给你账号啊。好，嗯，好呗。谢啦。Y'all gon' make me lose my mind. Up in here, up in here.
안녕하세요恩天，你在干嘛？我现在面试啊，在看笔电。有一个事情。哎，对，你说。跟你聊一下。跟我聊一下。嗯。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怎么了？就刚有找奶牛跟杨哥。杨哥。杨哥。哦，杨哥，嗯。还有海牛，然后所以最近因为开直播就是不稳定，然后我就去找投资，然后我就不去。啊？对啊。嗯，对，就被骗了七位数。你被骗了七位数？嗯。你讲认真的吗？嗯。啊，之后嘞？然后就找了杨哥哥还有，然后他们就说要借还蛮多钱给我。对。啊，我现在只能打给你，现在剩下我，对，怎么？对，那你是要借多少？可能我差二十，看你。你差二十啊？如果你差二十，你总共七位数是不是？对啊。如果差二十的话，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工作啊，我最多。也是，好啊，可以吗？还是可以？我最多借十这样，对，这样有帮到你吗？有帮到我。帮你剪影片？嗯。帮你剪什么影片？是骗人的影片。骗人的影片？嗯。什么骗人的影片？靠腰，你知道吗？白痴哦，我就想说奇怪。干，我跟人借钱，我好别扭。你是很别扭，是不是？我真的很别扭，我不喜欢跟人借钱。怎样？谁逼你的？我不想借钱，兄弟。没事啊，你知道剪什么影片啊？白痴哦。我骗人的啦！我又不喜欢借钱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新年快乐。你帮我累积了10万块。真的吗？哇，谢谢你哦。OK OK， 没事。Y'all gonna make me lose my mind. Up in here, up in here. 宫廷，这是宫廷吧？嗯，没有错。公平 ，Hello，、喂，怎么了？最近发生一点事情，然后我刚刚打给海牛跟杨哥他们啊，然后嘞，然后就是问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，你要借多少？就看你能多少，我现在差二十，敢那么多？然后我被骗。七位数，真假的啊？你被谁骗？就是那个内地投资客。内地投资客，我想一下哦，因为我钱在我妈那，我要，你要给我两天时间，我才知道我可以拿到多少。干内地耶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认识到内地啊？对呀、啊。干好扯哦。你要给我两天哦，我要两天时间我才知道。好，我礼拜五打给你，先这样。嗯，早点休息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不想骗人，我有点累了。我不想骗人了，好累哦，不行，可是有点上瘾了，好奇怪。
欸，我可以借你啊。300万。哈？我刚弄到钱了。你是多少？300啊。可以，300？可以，太超过了欸。哦，那50啊。50就差不多啦。好啊好啊，你怎么知道拿？我等下给你账号。好、哦。真的吗？感觉在开台哦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白痴都知道，我还故意先点一下。300万之前就知道了。我第一通就知道了。God! 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你跟我说那币我。我赶着开台，我就想，好，我先看一下，我还演一下了，然后我问一下我妈。原来你那个骗，问你妈都是骗人的、哦。我骗人的、啊，我干嘛问我妈？我有些戒指啊。没有，你一定会问很多啊，以你的个性，我早就知道。啊，你干嘛闹我啦？啊，你就没被骗？我任务完成了一次300嘞。好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晚安了，拜拜。我家已经骗了很多钱了，我觉得我不能再骗下去了。我觉得我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差不多了。